那子萱，这个歌你唱的感觉也还不错，可只是说一样哦，因为这个歌的旋律的节奏，它是一个 shuffle， 哒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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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嘟吼诶，它有那个要有那个弹性，哒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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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你还是你拍子都有唱到，可是你那个 shuffle 的那个律动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够哦，有点可惜，我觉得你的年纪来唱这个歌是非常适合，只是说在台语歌里面比较新的台语歌比较会有这样的节奏，那种 shuffle 的节奏，我觉得你再去体会一下会更好。OK， 子萱，就是练一首歌哦，不是这样，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啊，我在做菜的时候也有在练歌呢，我在开车也有在练歌呢，那都不算练歌，练歌就是哦，每一天固定的时间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那一个人静静的练一遍两遍三遍，而且要声音真正的把它唱出来，那才叫练歌，不然的话你只是在记歌词而已啊，他说是记表皮，你就永远进不到这个歌里面，所以这个歌你本来应该有的一种威力哦，一种能力哦，你没有办法透过这次的练习而学会，就一直在用一种旧的一种唱歌的习惯，要记得要认真练，每天固定几个小时才叫练歌啊。